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才先生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双鞋子呢，我个人还蛮喜欢，然后我感觉还蛮厉害的啊，就是 Farmposite 一双鞋子啊，有人叫它叫银霞喷，好像，喷泡这双鞋子它背后的八个冷知识，我在上一集刚刚给大家讲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喜欢喷泡想买的话，我建议你看一下，对这个鞋子有更进一步的了解。那今年的鞋子喷泡其实20周年，然后也有蛮多配色要发的，然后光我现在能够拿到和看到的球鞋呢，就已经有比如说蓝喷啊，或者是铜色。铜喷还有奶喷吧，好像是还叫奶泡，然后还有银霞喷，总之有个5-6款了，已经见到了。所以这些鞋子里面呢，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我现在手上的这一双，所以今天就把这个神秘的喷泡介绍给大家。我自己的喷泡鞋子不是很多，然后我自己因为毕竟只喜欢黑白红三个颜色嘛，所以我入手过的喷泡也就是血红喷，然后 Dr. Dom， 然后这是第三双。这个鞋的颜色超张扬啊，所以但也不是五颜六色那种张扬，它是一种怎么讲，有一个鞋子跟这个的颜色非常接近，叫镜面喷啊，就是整个鞋面它没有这个勾勾嘛，然后整个鞋面就是那种镜面反光的那种感觉，然后那个鞋子价格非常高，这双鞋子价格稍微应该会低一点。那我们先环顾一周，看一下这个鞋子的外观，近距离，这鞋子的侧面 ，OK， 都是这种纯银的质感，然后鞋子正面 ，OK， 然后鞋子的内侧，还有鞋子尾巴，还有鞋底。鞋底因为我穿过一段时间，所以看起来有一点小脏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双鞋子的细节设计啊。首先，喷泡的灵感来源啊、科技配置啊，我都不用再做过多介绍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它的外观了。那整个外观就是银色和黑色两种颜色，没有第三种颜色，所以颜色是比较简单的。再一个的话，这种纯银的颜色就能给我一种那种冷兵器一样，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啊。它不像是很多喷泡是走的那种张扬啊、hip hop 那种嘻哈的路线。那这个颜色呢，其实就给人一种距离感的感觉。我觉得它的这个配色。然后整个鞋子的银色也分两个部分啊，你像这个Nike Swoosh， 它是一种类似于镜面喷的材质。然后这个镜面喷这边哦，你要注意哦，这边好看归好看，但是它是有可能划伤的，就是抠掉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听有些人的建议说，这样抠掉之后，你可以拿同颜色的指甲油涂一下，就是这个涂指甲用的女生用的指甲油，在这边涂一下就会盖掉啊，因为这边难免会蹭到，因为它是凸起的部分。然后鞋面呢，就是这样一个同样是银色，然后它这边的鞋面的这个材质啊，你看起来有一点像喷泡的那个啊，不，有一点像那个碳板的碳纤维板的这样的一个纹路啊，所以是这种有横竖交错的一种感觉。然后整个鞋子一圈呢，就都是这样纯银的设计，所以我觉得视觉效果还蛮有冲击力的。然后上面的鞋带孔这边啊，一圈是麂皮，它用的是麂皮，不是真皮。然后麂皮摸起来手感也还不错，有一点点小糙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小的 Nike Swoosh。然后鞋舌中间呢，依然是老样子啊，是这样一个透气孔比较大的这么一种的鞋舌的设计，中间有一个白色的偏银色，它其实用的是银色的线，但你看起来像是白色，一条线从鞋底一直打到鞋舌的上边。然后特别要夸奖的就是，我一直觉得喷泡的这两个鞋带头都非常的重要，都有作用啊，因为很多鞋带它前面也加一个这样的鞋舌的体，但是我觉得其实用处不大，反而显得很多余。那喷泡你如果经常穿的话，你应该会感觉到，是吧？你穿了之后前面一提，后面一提才能保证你这个脚穿紧，所以这个设计我个人还蛮喜欢的。然后呢，尾部也相对比较简单啊，然后这边是一个黑色的网状的格，它不是麂皮了这边，然后上面有一个 Nike logo， 然后上面有一个 Farmposite 这样的字样。它的鞋带头呢也是这种纯银的鞋带头啊，金属扣，所以还蛮有质感。然后我们看一下鞋底啊，那鞋底因为我已经穿了有快一个月了吧，所以有一点点小黄。然后很多人不买这双鞋子的原因，我了解了一下，都跟我讲说怕这样的一种奶油底啊，时间长了泛黄了，旧了之后会很难看。其实它这个底不是那种 IC blue 水晶蓝的那种底，所以氧化了之后不会影响很大。它这种有一点像奶油色的那种半透明的白色的底啊，所以你看鞋底
基本上它氧化是必然的了，但是我觉得不影响整个鞋子的美观度。然后这边碳板也是非常足啊，看着就让人感觉很舒服，对不对？这边鞋底的碳板，黑色的碳板。然后呢，它这个鞋底的纹路呢，就是这么样一个啊，一二三四五块六块的这么一个白色橡胶，然后配上周围的一圈这样的啊半透明的底。喷泡鞋子它的鞋底都是 Air Sole 加 Air Zoom， 就是双层的气垫，所以喷泡的脚感其实还蛮不错的，属于那种你走路就能踩得动它的气垫的感觉，所以很多人也特别推崇这双鞋。那像这样的鞋子其实在台湾地区穿的机会很少了，因为这边天气很热。相反呢，像大陆，我知道天津地区的这个鞋子的喷泡的文化会比较浓厚一点，然后有专收喷泡的人也比较多。所以呢，这双鞋子其实它好像是在2017年的3月份左右发行。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，对不对？喷泡这种鞋子量力而为，因为这种鞋子一般很少有低于原价在卖，最少也要加个两三百。然后你像什么天津喷啊、慈善喷啊那些鞋子就已经高到天上去了。所以呢，喜欢喷泡的啊，我比较推荐这一双，还有上一双我介绍过的 Dr. Dom， 就是一黑一白两种颜色，我觉得也配个鸳鸯也是很屌的哦。然后这双鞋子我觉得预售价格啊，它应该不会超过它原价的300元人民币以上啊，不会超那么多。所以我建议你如果有预售的话，你就2000元人民币打住了啊，再高的话你就等发行之后再买就好了。 OK， 以上呢就是关于这双鞋子简单的一个上手和让大家先睹为快啊。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，记得按个赞转发一下好不好？如果大家喜欢球鞋的话，可以考虑订阅一下我的无才说频道好不好？我们下期节目拜拜。